TBB 捧新人就爱玩这招。剧本设计朱晨丽蕾丝 Tube Top 辣跳钢管舞，看到袁伟豪眼睛发亮大拍手掌。朱晨丽早前为拍剧集《动人的时光》而落力苦练钢管舞，在星期五晚播出的最新一集中终于见到朱晨丽的苦练的成果。讲到朱晨丽与袁伟豪在酒吧有一面之缘，之后袁伟豪发现办公室楼上有人表现跳钢管舞，好奇之下与几个马甩老齐齐一探究竟。朱晨丽上身穿 Tube Top， 下身是超短热裤，加上六寸高跟鞋，真的令不少观众热血沸腾。袁伟豪见到他穿成这样大跳火辣钢管舞，立刻被对方深深吸引，看到大拍手呢。不过网民就觉得大台总是找美女跳钢管舞，看到人了。最经典的就是陈法拉在《友情转活》中的性感演出，到现在仍有粉丝记得那一幕。之后还有沈卓莹、胡定欣、黄志文都曾在幕前跳过钢管舞，这次又出此招，被网民批评大台技穷，每次想表达性感的时候只懂得用钢管舞来表现，更认为大台捧新人只会用这招。Come on， 可不可以来点新意啊？